Anson Mori 突然严肃打一溜，因为各波讨论区疯传片段惹热议。本地人气男团 Mirror 上27日举行了 Fans Meeting， 但活动上 Anson Mori 和汉庭竟对一溜女爵安玉手，令人震惊。有不止一名网民于 IG 分享了当日 Fans Meeting 的一段影片，片中所见 Anson Mori 疑似玉手打 Eden， 虽然只是打屁股，片段一出即引起了网民热烈讨论。有讨论区网民指片中见到 Anson Mori 原本坐着与其他人有讲有笑，心情尽量，但突然之间 Eden 左手拿住一个白色波走到 Anson Mori 身旁，并挑选放在台面上的咪。当 Eden 拿完咪之后，却竟然拿住手中的波波去碰 Anson Mori 的面，突然被袭的 Anson Mori 及时收起笑容，并追上去打了 Eden 的屁股侧一下，之后面无表情地坐回座位上，似乎十分介意 Eden 用波碰到他的面。网民纷纷留言讨论 Anson Mori 各样真技好秒干，史无时打人，快面即刻黑晒，竟裸落，两个相爱相杀，戏咪打情骂俏。有网民就替 Anson Mori 解话，指他本来就是很怕爆波，所以才会如此大反应。感谢您收看 Mon TV 新闻频道，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每天更新最新消息。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